马来西亚的蛇很多哈，就是毒蛇也很多，所以出门一定要穿长裤，并且呢我带了一个高尔夫球杆啊。刚才我在拍红毛丹的时候啊，一个树上突然来了一阵啊摇树的动作，我以为是土鸡或者说啊这个其他的动物，但是没想到一个蛇头啊伸出来把我吓一跳，所以说出门一定要带这个啊一个户外的话一定要带工具，带个木棒或者带什么。还有马来的野狗也比较多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你看这个香蕉啊非常好，我刚才打高尔夫球然后把球也打没了，掉到草丛里面不知道怎么捡啊。这个椰子树了，马来西亚到处都是椰子树啊，非常多。